你说要的啊。一个扶着。菩萨们啊，我是很感动，也无不都是感恩啊，一步步走过来，就是因为辛苦才叫做幸福。我们的菩萨不只是去接触到，还要为他们清扫啊，还要为他们呢敷啊敷啊敷慰吧，总是呢感恩呐、啊。所以常常跟大家人讲，一定要替我用真诚的心去向大家说感恩呐、啊。台湾呐、啊、地不大。不过呢，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没有走到，还有很多人我们还没有接触到，在等待的慈济，参与慈济，所以我时常都说，人间菩萨要招生，总是还是要不断。不是呢，为了切慕，是真正的为了接触到了，播一下种子，粒粒种子啦，可以呢，这一亩心田，我们能接触到，还可以呢，把它播种在他的心灵，这也算是。我们回报，回报菩萨恩呐、啊。过去的有的都年纪很大了，我心里感慨很多，自己的感觉啊，老来了，真的是吼、哦，那个老化了。想要做的事，还是呢，举步维艰。但是呢，一直想着我还有很多人，还有很多故事，还有很多话，听到了静言的人间历史，实际呢，步步历史。宝宝都是走到历史的路了。大学要开学了，之前呢，在10月7号就有个习思台风登陆，所以呢，学校当然是会有一些受损。那最重要是医学院到静思堂中间的那一条路，哇，整个就是还不太能走这样。所以10月9号慈诚队就回来铺设，就中间的这个通道。那以前其实是一块一块的，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、欸。上完在医学院走过来的时候啊，上人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以前摸过石头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那个手都是起泡的。”上人就问说：“会痛吗？”他们说：“痛快。”我们很快乐啊，平常拿笔的、看书的，现在在搬石头铺大路，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慈诚大道。静思堂在铺那一条路，因为呢，我不希望都把它呢铺水泥，也不希望呢。柏油路，我要整片绿地能绿化，更重要的就是走路爱用心，走路啊要用心啊，走路要轻啊，怕地会痛啊，总是呢期待人人。走路要轻，当然呢、啊，走路要轻是一个形容词。最重要的，要行菩萨道。要行菩萨道呢，本来就是很坎坷。
要用心，要身体力行。总是呢，那个表象呢，也要让它展现出来。人间都亲像安尼，行无拄好啦，那个距离啦，也许呢，危险。这路径近啊，两点，让他呢短短的时间，短短的路程，多用心一点。所以我故意把这一条路，总是要铺了一块块的石头。所以现在再回想过来了，我听到静言在形容。这就是我想要说，因为呢，现在一直都要想要说过去，这也是历史，连铺路呢也是历史，所以说尊重人间菩萨，时间我们要珍惜，珍惜，回顾过去。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就没有人间的菩萨道。所以哦，这我们都要很用心啊。教育，迄个时阵是偌尼真辛苦，迄个辛酸历程啊。医学院啊，通过核准筹设，但是1990年的六月啊，卫生署认为。到2000年的时候，医生会供过于求，所以不让我们设医学系。虽然觉得卫生署的计算不合理啊，他没有去算到说医生的年纪，那医生也是会老去啊。还有一个，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一定会留在台湾，所以虽然说这个社会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群体的医疗，是遍布全台各个角落的医疗网，所以为了全台各地偏僻地区要培养好的医生。这个是当时非常坚定的，而且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教育部就出面跟卫生署去协调，所以我们有了50个名额，终于在1990年7月10号，终于通过我们核准设立医学系。所以也期待大家人去看历史，要来讲感觉，这叫做见证。所以咱这当中见证的就是。真珍贵，所以说我很期待各位菩萨，我们要有心有愿有力，贵己的形影可以呢在画面上见证，我来讲贵己，期待各位你们也是一旦这样做，各位菩萨真正的要感恩尊重爱，这样呢，尊重历史啦，感恩走过路那的人啦，这就是凭着咱那个真心的感恩这份爱。那当初咱都没做到，但是因这样走过，咱花这一念心，人间啦，人间人做的，人间人铺的，人间在那里走路，总是呢，这是最好的见证啊！各位菩萨，您大家人多用心，慈济世界很漂亮，慈济人的家庭，慈济人家庭厝边头尾社区都可以呢，来集会，可以来听。这都是哦，很硬忙啊！没有声音说话，没有菩萨行动人间，那就是先发啦，先的发，就会真的是末法，会一直呢，我一直行到末端啦。咱这当阵就是期待的进步，进步。安怎学佛？安怎闻法？安怎学法？安怎行动？
这拢总吼看会到的。总而言之呢，然后佛法啊，哎，赶紧该振兴起来。啊，要安怎振兴呢？咱现在就是交通方便，会当说法，然后爱讲，教佛法。佛陀要讲法呢，伊嘛是拢用故事啊。咱即当顺咱的故事，毋免用到真长以前的代志，咱用伫咱现在，现在的故事吼，都是很感人。苦难人偏多，花心的人也不少。只要吼，你给他一个缘，把他搭在一起。启发更多人，所以我就说，菩萨爱求生，菩萨爱求生。